现在是下午的1:18，烈士张成鹏的亲属从四川西昌机场经过6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抵达济南遥墙国际机场。在消防指战员的护送下，亲人带着张成鹏的遗像还有遗物以及骨灰回到了山东老家。在这里，大家将为扑火英雄举行一场告别仪式。